天，我们一直面对政府消极而且不负责任的回应，尤其在行政院的恐怖那个镇压事件之后，一场内的同学每个人心中都是非常的恐惧不安。那时候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正面的力量，才能让这些学生继续坚持下去。因为在一场内，每天我们都会听到那个灭火器的岛屿台那个晚安台湾，所以我主动去邀请大正写了一首歌，叫做《岛屿天光》。我希望透过这首歌，我能够再一次的把台湾人民的力量凝聚在一起。谢谢灭火器的音乐，也谢谢在场所有的人，因为有你们，学生们才能继续走下去。我们昨天在网络上公布了第一支我们创作的影片，现在我们有另外一支由北一大动画学系制作的动画版本，将在现场首播。动画系的学生来跟大家讲一下话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的学生。他们说学艺术的不食人间烟火，我们说学艺术的要用自己力量反馈社会。北艺大这几天从不缺席，在现场制作太阳花、布条、海报，日夜轮班，不眠不休。而我们也尽自己所长，在一个礼拜之内做了4支动画短片，希望能告诉不知道的人我们的诉求，告诉不了解的人我们为何站出来，告诉不关心的人现在发生的事。我们一个多礼拜没有到教室上课，却一个多礼拜每天在学校不眠不休的制作短片。所学习到的东西是3年学校不能带给我们的，我们学到了团队合作，我们学到了最珍贵的是民主的精神。这是一首属于大家的歌，我们一起迎向属于大家的胜利，因为我们是民主的队伍。